边路的传中，哎呦，杨志这个球处理的不好啊！杨志不知道这个球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，或者出于什么考虑。比赛汪松啊，拼到了现在，这一个进球也配得上汪松在今天比赛当中的表现和努力。杨志这个球扑完了之后，给汪松一个打空门的机会。汪松的能力，他的技术打这样的球，不成任何的问题。这确实是杨志在扑球、在脱球的时候要负有一定的责任，因为现在在进攻线上几名关键的队员陈中流啊、达维安刚，包括、下半时的比赛突然爆发的马索拉，再配上王洪友，体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。